陆、河南郑州发生水灾，一下子就是动员我们，我一下子动员温州乡亲捐款，总共23170元，交给已交给纽约华人捐助郑州抗洪救灾联合会筹备役，体现我们华人游子在外，心向祖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需浓于水的精神。郑州温州同舟共济，共度难关，加油加油。这里9000，中韩双方属于纯电，签署停战协议。谢谢咱温州老乡，这个谢谢这个黄会长组织我们各位副会长的谢谢老乡的捐款，不管这个是多少，哪怕是10块还是1000块，这个代表咱温州的乡亲们这个心意。我们一定把你那个心意转达到他们灾区，使他们早日恢复这个生产生活，真的非常感谢。今天的这个我们在温州会所我们的温州同乡会的会所举行支援河南抗洪救灾的捐仪式。首先我要请出我们的会长吴宏光先生致辞，有请。尊敬的孟太太，尊敬的李主任，尊敬的各位会长，大家中午好。今天我们温州同乡会就是说捐到了为郑州今次发生水灾捐款仪式，也就是说在这里开始就是说为纽约华人援助郑州抗洪救灾联合筹备组，就是说我们今天的钱捐到以后，我们就是交给那个我们说那个河南同乡会那个筹备组了，已经交给他了啊。总是说，现在我们温州人、温州同乡会、温州乡亲在这里是海外游子，对于祖国有洪灾有什么，都是第一时间出来，居住和那个帮助家乡。现在就是衷心希望，郑州、河南那个灾区人民，同胞早日康复，早日恢复平常生活。最后，希望中国郑州、河南加油！谢谢大家。接下去呢，我要请出我们国会议员办公室的主任李希庆，代表Grace Meng， 他要捐款并致辞，有请。好，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孟昭文国会议员，今天远道而来，休息自己，牺牲自己，休息假日的各位朋友，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这个大家知道啊，自从郑州7月20号出现了百年不遇的疫情以后，这个洪昭文议员非常这个关心郑州的灾情。我们孟昭文国会议员呢，他的母亲也就是我们在旁边的孟王小美女士，她呢是我们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县这个郭店乡，你看连乡我都记得，郭店乡原籍这个这个虽然这个离开家乡多年，但是对家乡这个依然非常的关心和热爱所以呢这个我们孟昭文国会议员呢也说她是河南人的女儿所以呢当河南郑州遇到了这个灾害，这个时候孟昭文国会议员非常的关心她决定以她个人的名义向郑州灾区捐款500美元这个大家看一会儿，大家可以看，这是孟昭文议员的这个支票，一会儿我会代表孟昭文国会议员捐赠给我们这次纽约华人这个援助郑州联合工作委员会的秘书长张福印先生，然后希望通过这个联合工作委员会的努力，把这个钱寄回郑州去，表达我们孟昭文国会议员对郑州的关切关心之情。众所周知，在当今中美关系情况比较特殊的这种情况下，孟昭文国务委员表现了他的这个大爱、大智、大勇大家都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好，谢谢大家。真的，孟昭文女士Grace Man真是我们的什么？就是说，他这次私人的捐款是迄今为止美国政界这个个人的捐款大家都非常感谢接下去呢，我呢今天呢还有一个另外的身份，就是我是美国纽约中美商会的创会会长就是说今年的7月中下旬吧我们就听到这个河南郑州发生了这个水灾这个事情呢，其实就在张会长在21号我记得就在我们在在庆祝那个黄敏仪的胜选的这个晚会上，他告诉我我一口就答应了，回头呢我就马上呢发我们商会的群里短短的几天呢，我们的会员们呢都发都这个捐献爱心总是大家一人嘛，众人食材火焰高嘛这个我们家乡有难呢，我们必须要站出来灾难的面前呢没有旁观者我们呢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温州同乡会捐到的是23170中美商会呢捐到了是10400，总共呢有33000多虽然呢不是很大的数目，但是呢就 get involved 的人蛮多的，因为有很多人参与，就是说虽然不是像我们也不是河南人，对啊，我们是温州人但是这是我们祖籍国发生的这个灾害，我们一定要接下来呢我要请出纽约华人
援助郑州抗灾联合筹备组的主席。在这里我要向温州同乡会中美三会的各位会员们致最高的敬意，为我们郑州的受苦灾难的同胞们捐款，发出你们的爱心。当然今天我们能收到这些捐款都是我们所有的乡亲们的爱心，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借着这个机会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们同胞的爱，谢谢。应该的啊，由你站出来做这个筹备组的主席，我们大家都非常的乐意啊。那有请河南同乡会会长张富印先生，他也是这个援助郑州抗灾联合筹备组的秘书长。你知道秘书长要做很多很多事情的，他真的到处奔波啊，向他致敬，有请。谢谢啊。这个今天中午了，这个温州老乡都在的，我首先代表这个纽约华人援助郑州抗洪救灾联合会工作组对温州的老乡表示慰问和感谢。这次呢就是郑州呢发生水灾，全纽约的全世界的华人都非常关注，咱们温州老乡呢更是身先一马当先，就是了解这个灾情以后，大家都非常踊跃的捐款，并且呢我们收到温州会收到了21000多美元，这是在这个各个会中收到的数比较多的。就是说我在这里呢非常感谢温州的各位老乡，你们的爱心，我们代表河南人收到了，我们一定把这个我们温州的爱心转达给河南的郑州的灾民，让他们鼓起勇气尽快的这个恢复生产生活。这次呢咱们温州同乡会在这个吴会长咱们以前的黄会长还有这个各位会长的共同努力下收到了很多的捐款，其中那个还有这个温州人就是说在这里非常多，咱们这个中美商会收到了10000美元，然后这个江浙工商那边收到了10000，也都交给我们了，还有这个咱们那个林家骥咱们温州商会的秘书长昨天给我打电话，他那边有5000美元，还有我知道的杨海燕那边他们的美女会收到了钱，他们那边发的这个捐给这个领馆交给领馆。总体上呢就是说咱们温州乡亲在这次水灾中融到了差不多有50000美元，就是我们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温州呢，咱们在既然咱们从国外这个祖籍过来在这里头扎根，这个我就在温州这个乡亲们的生意做得都非常好，并且大家都爱心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趁着这个机会呢我再把这个有媒体在这儿，我把这个咱们纽约援助郑州这个整个情况，这个捐款情况我大致说一下哈，因为昨天新华社在这儿这个采访，我大致说了一下，就说总体呢郑州发生了水灾以后，大家那个纽约华人都非常踊跃的捐款，实际上各个社团在闻讯这个水灾了以后都自发的组织起来的捐款。后来呢就是在23号我们联合就是说发生了多个社团成立了就是说纽约华人抗洪救灾这个联合委员会的工作组，文梦泰担任主席，我是担任秘书长，各个会呢就是在精心组织下都收到了很多的捐款。我知道纽约呢现在大约据国安局统计收到了有50万美元左右，他们通过不同的渠道，有交给领馆转交的，有交给这个各省侨联转交的，还有交给这个直接向河南省红十字会以及河南省慈善总会直接把款送汇过去的都有，就是总体大约就是说有50万美元。这一次呢也是纽约侨建向国内捐款，支持在国内这个
灾区了，就是捐款次数最高的一次。咱们这个联合会这一块呢，大约现在收到了有15万美元。我们这个温州，我刚才说了，就是温州这个，除了温州的同乡会这个2万多，还有这个中美商会，江浙总会、江浙工商总会，还有这个咱们温州商会，还有杨海燕的美女会，这样加起来大概有5万左右。然后呢，我们河南那一块收到了大概7万左右，美元。然后呢，还有一些小的捐款，你看在徐家寿，捐了5000，还有张瑞群也捐了5000，还有一些捐了几千的。就是说这一天呢，我们都在收集，还有一些支票呢在路上。我们争取呢，这个刚才这个李主任也讲了，我们孟议员，也捐款500美元，这个是在美国的，就是说这个行政官员中，我们知道的可能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表示感对孟议员的捐款表示感谢，希望以此我们推动中美关系，这个向好的方面发展。我们这一天呢，就是还在收集中，我们这个还刚才说这个我忘说了，就是我们同乡会呢，还在上个周末和这个周末，也都在巴拉盛那一块筹款，今天呢筹款是最后一天了。总体呢，我们钱这个收购了，这个下一周收集了以后，我们会。这个我们现在不是15万美元了吗？我们希望能充到20万美元，把这个善款呢，一起的汇到这个郑州红十字会，他们用于抗洪救灾，以表达我们纽约人对祖国的关爱，以传达我们纽约人对灾区的爱心，希望他们早日能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谢谢。这次我们温州同乡会特别突出的是我们的乒乓球队的黄忠义先生，代表，你是代表，因为这个特别突出的，是除了自己捐了500，还有号召乒乓球队来捐款的，该是这个不能。我们会议有掌声，我们那边的该碰碰脚的该大过人啊，接受该一边资料大过人的那我管你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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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啊，咱们华人呢、要学温州话。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郑州水灾，出现了这个抗洪救灾，这他本人捐款然后又这号召乒乓球队所以呢我以你为荣，谢谢你啊，谢谢你。大家是乒乓球队队长。接下来我想有请吴会长。跟孟婉小美女士，还有对对，刚刚的这个有一个移交善款的那个环节啊。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见证你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你在何方，笑容在脸上，和你一样大声唱，为自己鼓掌。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权利。
的付出只有